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 何主播，哎，你现在的身份需要正面让人吗？我冷。你的早饭？本来是。一起吃个饭，我请你。大可不必。心里有愧，不敢面对。这些年，我还就学会怎么面对了。 非要飞住我们电台店面了。肖总早上好。早。这不会是？这是我家酒店。魏小然，我恐怕没你想的那么快走。你怎么会在吴苏啊？ 你没有去户部电视台吗？瞧您这话说的，我也得考得上啊。没考上吗？你不是有教授的推荐名额，过了初试，复试就走个过场吗？您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，就是没考上，怎么了？我就奇怪跟你有关系吗？一个月走2次的人反过来问我，就因为我当时着急，总没和你说一声。 你就连夜拉黑我，一天都等不了了。多等一天会有改变吗？肖尚奇，你一大早过来堵我，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亲了你是吧？啊？不也没留下什么痕迹吗？你要实在觉得过不去，要不你亲回来。那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好好。肖尚奇，你昨天刚回来，可能不知道，你们家酒店的早餐那是出了名的难吃。 粥是隔夜的，面是坨的，包子里面葱比肉多。你现在最该质问的人，怎么算都轮不到我呀！行了，昨天我请你吃，今天你请我吃，咱们俩现在扯平了，互不相欠。还有，别再来找我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亲你一次。